四年前，苏贞昌委员嘛要连任，伊先讲，哎、欸、啊奇怪，大家职业拢有退休金，为啥物农业农民无？农业是一个足尊重、足重要的行业，无安尼农民咧做事，消费者无物件好食，无安尼农民做事，农业无当永续，农业无当永续，国家哪有无当永续？所以。在蘇貞昌的斗三工，直接拿出来，文总统建议叫农业部爱做农民退休金。我要直接啦，所有乡亲士大拜托，你有少年家做事，一定爱加入农民退休金。三十岁加入退休金，六十五岁退休，搁足勇敢。大家知会使领偌济无？领超过37,000呢。这就是安尼，农民退休金，农民做事才有保障，唔是讲安尼呢？你看看天食饭，特别安尼森林，就是常常受到落雨、风灾，啊是伤寒、冻伤，所有灾害，啊拢会看到苏貞昌委员，但是唔是讲用现金灾害救助，还佫有农业保险，所以我要讲的，35年来，国民党做袂到的。拢是伫安尼蔡英文总统、赖清德副总统、甲苏貞昌委员做到，安是毋是爱予伊继续高票当选，服务安所有农民了无？